馆五厘米长，这个旋转皮筋枪和这个方管不会做，可以去我上一个作品里看一下，两个五厘米，三个五厘米粘在一块，再拿出一个三号压扁管粘在这个头端处，旋转皮筋枪拿过来，把这个新的放在上边，我们把柱在这个边缘处画条线，然后踩下来，这身面也是同样的粘贴裁剪。好，我们再装上，看一下大小是否合适。下边再粘一个同样的三号压扁管，对面也粘一个。还是三号压扁管，用镊子在边缘处折一个半厘米左右宽的边儿，搭在这个位置。我们找到枪的上边边儿，画条线，然后顺着这个线给它折一下。折过来以后，再用镊子使劲给它压一下。再装回去，装回去以后，我们找到另一个边的宽度，轻轻折一下，然后用镊子给它好好的再折一下。折完以后装回去，左右的长边粘上，这里裁掉一块，也是这么折个小口，上面的粘贴一块。三号压扁管折成这个形状，粘在这个位置，用刚才裁剩的那一块也可以。注意只粘左右，下边不要粘。拔出来以后呢，我们这里裁个斜角，这身面也裁个斜角。我们头端这里裁一个稍微大一些的三角豁口，这身面的豁口跟这边是同样的大小，然后用刷子刷一些胶，这样干了以后就变硬变结实。非常的好，再给它装回去，最后试一下，丝滑。